的消息是不是有？不可能啊！不能让土八路的跑掉，红都的消灭土八路。抓住他，抓活的。Thank you.
红哥，哎，快走！说，为啥抓那么多张家汉啊？俺也不清楚啊。俺也是听，俺也听长官的吩咐，给他押到凤城码头去。你要是不说实话呢，你就弄死他。说，俺也是听说，要把他们，都运到日本去。运到日本去？干啥？当老公。老公，哪说的呢？这山里山外的，怎么来的这么多鬼子，还有二鬼子？这帮畜生简直就是祸害老百姓。是等着你，不然咋的？送你小子出国留洋，不是留什么洋的，回家也没办法，这可由不得你了。走，不是俺咋的？快，太监，快到了。滚！等，师弟，你怎么被抓来了？不是你问你狗腿子，你问俺干啥呀？